你读啊。不会啦，小东他能读。哦，兔子会吃蛋糕，好奇怪。记白白之后，第二个吃甜食的小东从我们家诞生。吃奶油。吃奶油，兔兔吃奶油。哎，你也是在的哦。哎，而且他吃的很热。他叫兔堆堆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兔堆堆，兔堆堆。吃奶，吃蛋糕。他吃的好开心啊！吃蛋糕。哎，你发表一下意见。嗯。要叫一下。小胖比较。他好像吃饱了，难怪刚才闻东闻西，原来是真的喜欢。对。